高雄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这次要参选南投县长的许淑华，今天要拜托大家一定要来支持我非常推荐的超强女力，也是我立法院曾经的好同事柯志恩。回首过去几年，国民党历经大起大落，但始终站在第一线，制衡民进党一党独大。淑华在此拜托，希望所有愿意看到高雄出现改变，让高雄变得更好的民众，给柯志恩一次机会。为了高雄市的建设与发展，也为了我们下一代的幸福与安康，一定要翻转高雄，让更有才能的柯志恩入主高雄市政府，一起拼高雄乡亲的好日子。进洞轮腿，一起喝鬼。9月30号晚上7点，邀请各位朋友来到高雄梦时代，全力支持柯市长为中华民国而战。